哎呀，你啊呀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呀？幸亏爸爸有远见，上个月刚刚给这里打造成五星级监狱，住着还不错。还不错，这儿也是监狱，还是无期呢。不就那2000多万吗？够得上无期？再说了，像您市委书记这级别的，哪个拿的都不止这个数，干嘛拿您先开刀啊？哎呀，女儿呀，也怪爸爸不小心，得罪了李省长。李省长？是。可是您也没少给他上供啊。您半年前不是还给过他200万的吗？爸，你怎么得罪他了？哎呀，不就是因为那个女人吗？谁知道他交差2只船呢？再说呀，李省长他也得意不了几天了，说不定啊，过几天我们就在这儿当邻居了。爸，您被判了个无期，那我的事儿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女儿别哭啊，你什么事啊？就业的事儿啊，我马上就大学毕业了。原来您说安排我进市委的，我现在……哎呀，这个你放心，女儿，你的工作好安排。您现在都这样，还怎么够安排工作呀？我现在在服刑，但是有些事情他们还得听我的。听你的？过去我在台上的时候，我叫谁上，谁就能上，知道吗？我现在叫谁下，谁就得下，看他们哪个不给我面子。昨天接到调令，啊，今天就赶来上任了。在座的我都没认全呢，我看这样吧，我们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每个人做个自我介绍，每人5分钟，好不好？我这个人啊，你们以后就知道了，最讲究雷厉风行和经济效益了，啊。好，从我做起啊，我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我是从基层这么多年，摸爬滚打上来的，不容易啊。可以说，是人民培养了我，抚育了我。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，可以非常自豪地说，我就是农民的儿子，好，那下一个，我的新秘书，说两句吧。我虽然是城里人，但是我的老家呢，就在您当年工作战斗的那个地方——黑风岭。其实我就是农民的孙子。好，年轻人啊，好，年轻人好啊。这还有个年轻人啊，比较憨厚，说两句。我就是一农民。大叔您好，你是？我们是人民日报的。人民报？不是，大叔，不是那个，是那个。嗨，跟您说不清楚了，大叔，能不能接受我们的采访？拆房？我们家的房子已经很破了，
不差也快倒了，请这样放过我们吧，我给您跪下了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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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叔啊，不是拆房啊，是采访，就是让您说几句话。政府终于让我们说话了。嗯，让您说话了，不是觉得那么别扭。大叔，请您谈谈这几年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。变太大了。在旧社会，我们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呀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如了。壮阳补肾之功效，请品尝。哪里哪里，红烧猪心啊，真的壮阳补肾，您最需要。啊，哪里，大家都需要。来，味道不对呀。嗯，有一点。服务员。你这菜味道不对。嗯，是，我再给您去换一盘。嗯。哪桌领导的猪心坏了？